还是我讲那句话，有时想无时，莫待无时想有时。你认为你参加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就永保安康吗？我的回答是，那还得看命。看命的意思是什么？看你过去的恩怨债啊，是不是在今生的命盘中什么时候来索取的索？你的这个之前，你在超马系统里面有没有积极努力的去摆平？这才是重点，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参加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。哎呀，导师他也很努力，都参加了，但是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，这一点大家搞清楚、弄明白。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在一起，这个放在一起做同一比较，不能。那以什么为准？以现实。所以我现在讲啊，不要斤斤计较，也不要怀疑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等到负能量敲门已经来不及。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讲，那全天下学员都在听，但是总是逆向报道的时候才很迟了。那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？所以求你拜托导师，导师也没办法。导师讲过，一切要尊重因果。所以负能量报道的时候，不是谁出面，没那回事，因果最大。所以我是很感慨了，有时想无时，多存一点的资料嘛，是不是？否则突然来一下，要么就阴阳两隔，要么就是悔恨、遗憾，都是那些负面、负面、负面。那真的是真的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，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说不变应万变，存得厚嘛。上礼拜不才讲嘛，得厚载物，就是这样子。是。灾难呢，可大可小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我突然这个急着去的地方，然后顺手啊，人家就是让我带个东西到那边，结果呢里面放一把刀，我不知道，结果那刀呢尖很尖啊，结果放下去的时候不小心呢手扎了一下，这刀带得太轻了，一扎呀，手马上这血就跑出来了，结果看一看，哎呦，血光哦，还看着你不理他还越流越快嘞，你以为本来慢慢来的，不理他越流越快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按着止血吧，就按着按着按着，在想，哎呦，这个等一下怎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隔两分钟打开来想说看止到什么程度，伤口不见。哎呀，我就感恩天地啊，这就是世间上事啊，可大可小。